都真爱罗丁，但不要试探我底线，最好要小心，你最好快一点，不然你会得到一个圈套发电体验。毛囊界的恶魔，你的邪恶勾当就快被清扫，现在就停下，接着把库存整理，你会发现马上就要受到脱毛膏的攻击。马上，虽然我看你不顺眼，但我们一定会再见。当你出现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此刻在此地和你战斗，和胡子的战斗，胡子的战斗，胡子的战斗。